阿贤老哥，小弟目前大二，你就现在去把兵当一当不就好吗？如果你暑假没有要去打工的打算，我觉得可以吧。反正你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工作，就去工作了。如果 你暑假真的是没事干，可以啊，没什么不行，还不错啊。对啊，科系，不然我跟你讲更简单，去联电、台积电那种大企业，那个都可以到他们公司当替代役，可是你要跟公司签约吧，好像一年还几年，我不知道，这个更简单。你就去联电啊、台积电之类的那种台湾的护国神山的企业啊，那个都可以当到他们公司直接上班，等于在当兵。懂吗？那些替代薪水多少？好像就看公司开给你多少吧。只是那一定比你去当四个月还久啊。那个可能就签不知道几个月，可能签一年吧。你最少是一年，就是只能在他们公司，不然好像要付违约金的，你要吐钱回去的。买了吧，这间昨天看过了。这个那么偏僻，谁要买啊？这在仁武，哦，晚安。说好的不缺电呢？这怎么改成这样？好丑！达人呢？